秀水乡老人会十三号伫秀水文康中心举办会员庆生会，甲表扬选召婚的活动，现场来了真侪贵宾共同参与，规活动非常的热闹。时代是足欢喜的，伫台顶唱歌。秀水老人会伫秀水文康中心举办会员的庆生会，甲选召婚的表扬活动，馆长魏明国嘛特别到场，甲大家来同乐。中华馆是一个高龄化的这个社会，中华馆政府啊真欢喜，看到咱老人会会当召集咱这个时代，大家拢会当行出这个家庭，过团体的生活。伫遮吼，我嘛呼吁咱这个时代，大家爱叫过团体的生活，安尼吼，咱会当延缓老化，延缓失智，延缓失能，所以咱食老才会快乐，才会健康，才会长岁寿。乡长也特别阿乐理事长的领导有方，甲老人会经营了遐尼好。叫老人会哦，这是会员吼，甲庆生大会，甲钻石婚哦，钻石婚的这个表扬。所以老人会吼，伫游乐馆，这理事长甲所有干部领导之下吼，伫秀水乡的老人会，应该来讲，算真正正常嘛，真正顺畅的运作安尼。现场长辈是拢足欢喜的。大家到阵食饭，做伙看表演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秀水采访报道。